Hello，今天2021年3月8号，然后把这些切割好了，大量的材料都先切好了，还有一些在里面，等一下再，我先把这些处理好了。然后礼拜三我休息嘛，我想去拍一些打卡景点 ，OK， 拍一个叫什么天空之城，天空之城我去拍吧。然后附近的陈启江洋楼啊，我都会去附近的点，我都会去拍。那个拍一下洋楼啊，然后天空之城，天空之城就是在那个高洞秘境那边而已啊，就是在新湖渔港那边而已。因为远远就看到了，那时候就想说啊，去拍拍看看天空之城。它其实就是一个碉堡，然后下面被掏空了，然后有点腾空的那种感觉啦。你看，可见那这个那个。我们海岸线有往后退缩那种感觉、啊，像有一次我去小金门啊，小金门也是看到那个很多碉堡都被侵蚀了，然后裸露在那个悬崖那边上面，就是被掏空的，很多碉堡都这样子。那时候很久之前的了，然后大金门也是会这样子，你看他拍一些景点打卡景点，大致上这样子。晚上等一下要，这边都没有灯具嘛、哦、等一下会灯具要乱，晚上要焊接这些东西，大致上这样子啊，然后大致上就是拍工作记录分享啊，然后接下来要拍什么影片啊，有出外景就去拍，大致上这样子而已啊。然后今天天气还不错，白天有出太阳。然后昨天晚上看了两部电影还不错，晚上我想要去看电影，因为很多金马奖电影真是值得我们去看，真是拍得很好，也蛮写实的啦。那有些电影就是整部片都是在那边臭干哪条，像昨天看的那个《越狱》嘛哈，想说青少年犯罪啊，然后就是打打杀杀的啦，然后用音乐教化他们，哎呀，我觉得还不错看，昨天看了《越狱》。这几天看了《越狱》呐，《目击者》，然后还有那个《大佛普拉斯》，都是有得奖的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看的。也许我们人生就像电影演的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啦，真的。人生不可能一辈子都是顺利的，真的。有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有时候看一些电影的里面分享，就觉得，哎呀，其实也差不多这样子啦。哎呀，看开装就好了。OK， 好了，分享到这边了，等一下要。布置一些场地，等一下要用餐，吃完饭要休息一下，再过来这边做事。OK， 好了，最后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